点击在上面。谢谢。我只喊完工位，唔够我只写在，对不对？好，来麦克风。谢谢大家，今天红梅就多来到家，谢谢谢谢，哎呀，今天谢谢啊。谢谢，感谢大家哦。昨天的风雨真的比较大啦，好。来，我们还有没有感谢的话？还是我们所有的伙伴们有没有话跟所有的贵宾讲的？赶快举个手，麦克风马上给到你的手上。感谢啊，嘿，我等一下，我感觉第一，感谢我们那个郭国斌议员啊，还有那个郭文，黄文新啊，黄文新副社长，还有那个荣誉总顾问。哦，然后钢甲之歌，王志啊，钢甲国优奖、国优料的赞助，哦，还是我，反正出世啦，今年啦，出世啦，钢甲啊，炸我们会炸爆的啦，吼，钢甲，我来干我嘞，谢谢社长，出世啦，吼，你知道钢甲。我们的立委也到现场了，是不是？来，由我们阿妹姐，阿妹姐来了，来，感谢我们的立委哦，王惠美、王立伟，谢谢。刚才呢，我们王立伟，咱尊敬的社长，咱各位重要干部，咱现场各优奖好朋友，以及咱中医联社的所有在好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讲对中医人家吼会付出，而且大家小弟是比我工作更加强更加高了些。虽然你讲你未晓讲话，但是你真实在，嘛真诚恳，伫咧甲大家说多声啦吼。啊，感谢大家对咱中医人家的这个支持啊吼。啊，上重要，大家才虔诚来拜咱的爹啊，爹啊一定非常欢喜，会帮你大家做事，会帮你大家家庭幸福，事业发展昌隆。再次用机会啊，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咱的爱一路来为议员、院长、甲立委，拢予大家真照顾，绝对认真，家己基层看到、听到声音，去中央发声，配合着咱的民意代表、首长共同来争取，予咱地方好较好吼。啊，上重要，咱的宗教文化爱继续来甲推广。我直接就卖占用大家休息时间，祝予咱中医庙休会旺盛，咱的中医人社恢复蒸蒸日上，所有在贵宾和朋友，行东西探无人知，行南北大家参加温馨啦，感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王立伟。当然也再次来感谢我们的社长以及副社长，还有我们全体社员。来，社长，我们还没有要欢迎欢迎的贵宾。有啊，有哈。那个，知道？哎呀，好啦，哎呀，我个。谢谢，不得劲，那个站起出来，对不对？来，主办单位，刚想来稍微好朋友。我们的代表在上面啊，四个啊，都是啊。中全服，中全服，好啊，中全服，中全服啊，德川教班圣贤堂啊，啊，别紧啊，别紧啊，哈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三十六分呀，不要你啊！
Thank you.
只有一句话，就是谢谢。谢谢深深一鞠躬，再次代表能给的留给人侠，对人身为后兵用最大的敬意、最大的感谢之意，谢谢。也感谢社长以及副社长，谢谢，辛苦了，真的辛苦了。也再次来感谢能给他收为礼也能收为丢瓜收为贵宾，一同来圆满这一场最重要的盛事哦，感谢大家。不能还不要恭维哦，走这个好走了还不要恭维哦，哎呀啊感谢您来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家啊。反正一句话就好，感谢啊，咱今天来到这里，咱各位丢中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哪位高啊啊、哦